蔡徐坤流量造假后再次登上央视，和热巴同台，暴露自己的谎言。蔡徐坤流量造假后再次登上央视，和热巴同台，暴露自己的谎言。蔡徐坤相信大家都知道，他是去年开始大火的小鲜肉，因为参加了选秀节目，他收到很多网友的关注，最后第一名的成绩出道，实力还是很强大。不过他微博前段时间因为数据造假上了央视的节目，被点名批评，引起了网友们热议。最近这段时间他很少出现公众面前，不少人都对他十分关注，据说是为了发行自己的专辑。他也是煞费苦心，一直都在创造新曲，终于在几天前发布了新专辑，而且销量还十分不错，粉丝都非常感动。